两万今天就，今天市场这个变化很快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力量，就特别是因为今天美国这个联邦储蓄局宣布这个历史，这个就是大家都指望可能历史可能不会动，因为上次减了百分之减的很多，百分之0.75还是1的程度。 一个呢是美国总统，呀，这个经济这个援助计划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力度。另外呢，这个整个市场呢，也其实呢，从上个礼拜，从这个礼拜开始，就是上个礼拜以前呢，我们说调整的时候已经调整了几个礼拜了，所以现在基本上调整完成。 现在呢，就是说，基本上是应该是有一个很强的反弹的一个过程，但市场现在就是说，因为就是 recession 海啸啊，这个影响很大，所以市场要恢复的话，也不是几个月的事情，肯定是一两年、几年的事情。今天但是非常有意思，去目前呢，今天就大家都今天市场变化很快很大。 就像昨天一样的，油掉了10%几，今天油基本上是不掉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今天全球的市场都在大涨，但是呢，哦，账面上是两个因素，一个呢是现货跟期货，现货呢现在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期货这个这一块，因为它那个现货显不是显示不出来。 账面上呢，从表面上现成现在看起来是平的，对吧？你看这有，涨了一十几万，掉了20万，但是今天是比较应该是比较有戏的。一分钱一分钱取问题。我今天早上想的话，这个市场比较好，所以我就。 毫不犹豫就跳进去了。美国他以为他自动平仓，结果他不是这样的。刚开始已经涨，你看已经6.67了吧？6.67了，应该平仓。7.65为什么平了？那个是他是跌到65了自动平仓。对，现在还上去设高了。对，要设了。设高了以后，现在下了。刚才下就说了，他为什么不设卖的点？他先设了期望钱。他就不理他了，他先盯着是油和那个。 正常情况呢，我这个是昨天晚上有一大批的买卖，可能是在这里。 好。
其实呢，赚钱呢都是昨天晚上，但这就是有 record 的了。就昨天晚上，那个澳元跟欧元就涨了1%以上，因为我们那个倍数大嘛，所以我看到涨的时候我就很狠心就搞了一把。今天这个其实呢，按道理平时呢，这个都不用操作，它这个油啊。一般的情况呢，就是要卖的人全卖掉了，所以的话呢，这个是油呢是非常低的。你坐在那里呢，可能也会赚很多钱了，这一个礼拜就够了。哎，我那个油能够顶住一下就不得了了啊！太神了！今天涨了，你看这个油。唐总，这把我知道了，我也会跟你做了。明天我也玩这个。关键问题是，玩的是心跳啊！真的心跳，太能了。我胆子大了，我都后来都顶不住。三万六。今天是149万多，把昨天的损失夺回来，今天还赚15万多。好，今天是个交易机会，主要是想要你的思维，向你致敬，是吧？你看我都没有了，把什么都卖掉了。这个厉害吧？昨天大家都有拼命不要了。我今天160手，160手如果是我按照160手了，因为大家都，因为我如果今天可以赚50-60万的这个玩意，50-60手啊。但是万一呢？万一那个人明天加个微信帮我搞下去了，做啊！太伟大啊！最后等于全部都是利润。嗯。哎，那还是这一溜是最终赚的，33万是最终赚的，对，最终赚的。啊，中间这是最终赚的。5万。那不能把那5万多加过来，是不是？总结今天涨到30多万了，把昨天的损失夺回来，还再增加了0.2。我们主要是买的，今天赚的钱主要是在，澳元、欧元，啊，油也赚了一点，油赚的不多，本来油可以赚很多，但是这个不能贪心了，因为2:15是美国这个中央银行这个宣布结果。我们一般是在宣布结果的前就已经清仓了70-80%了，宣布结果以后呢就是全部清仓了，然后现在目前涨上去这个市场全部掉下来了，那个澳元还在还挺着，真惨了，就跟没做一样，还不是还不行。欧元已经卖掉下来了，是全部。我们现在是叫落袋为安了，什么都有。对，现在全掉下来了，可以休息了。哇，这个欧元的掉得很厉害。掉得很厉害。啊，对。哇，那你走的真的很好啊，全部掉下来了。哇，那个澳元也掉下来了。全部掉下来。全部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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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
哇，他真的那个兴奋之前，然后最后那一下的时候，你就一宣布，你就马上就，因为这个时候谁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你就一把就送给他，等他再搞清楚的时候已经没了。像我这样，像你这样那几天，我对不对呀？就在这里慢慢，今天的消息就是他的。我们其实呢，不怕这个消息，不怕这消息的。我们其实呢，要知道这个市场现在运动到什么状态了，到哪里来了，然后呢，应该到哪里去。但是最后那两分钟的话，你是，但是你想想，他那两分钟你赚四万了，他涨了好几天啊，对呀，那两分钟你赚四万块钱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四万，其实很多钱。29万，最后到33万嘛，就其实最后那两分钟就是15，2:15的钱。就我们已经没多少了，因为我怕做不赢了。我怕做不赢了，因为我们只有100个抗拳啊。实际上就瞬间的事儿。对，一瞬间就没有就没有了。今天你是反败为胜，平的对，对吧？一开始败的一塌糊涂，那早上那个石油什么时候进？我油其实我进的就42块，是42块什么时候？先找着昨盘前。其实我们都猜到价格了。我讲的是对的42块，因为我想的话，它掉的太狠了，它47块掉下来的。对，现在我。你看，最低的时候是40块。每天保持这个调整。昨天本来也是，除了油以外，我一直想出来，老是晚了。但是呢，油掉了30万，外汇涨了20。近20万，但这周的油一直在40块钱上，对对，是吧？这周的油，油稍晚一会儿处理，别冷，你这小体格拼得过吗？我看你喜欢的做期货，是为什么喜欢做期货？不是，我们第一，你一定要做的这个运动快的。他没有运动的人，你每天赚钱怎么赚呢？哦，期货。你假如搞的那个东西，你要买个股票，你选的那家伙他不动的，他这种东西他是。它要连续不断的动的嘛，对，它不停嘛，对，是不是？你要如果不是，今天油挺好，波动挺大的。今天油波动3%啊，十，3%，将近10%，上下10%，上下10%是吧？对，哦，开始掉3%，然后涨3%。Good day, sir. Yeah, you feel it. Yes. Every day good. Not yesterday.